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明朝败家子》，作者上山大老虎，演播紫金。《明朝败家子》第163章，重赏。太皇太后虽然也觉得方继藩这里送的小气了一些，不过他对方继藩很是欣赏的，倒也没有真的计较。朱厚照在这么多人跟前说那样的话，太皇太后反而有着为方继藩打圆场的打算，笑了笑说，李清情意重，太子不懂，休要胡说啊。方继藩脸上却毫无愧色，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说，娘娘，臣正想说一说这玻璃镜，这臣花费无数心思为娘娘筹备的大礼。大礼？说着方继藩一边戏法一般自袖里掏出一个木盒子来，木盒子只比手掌大一些。这就是玻璃镜吗？巴掌大的玻璃镜，怕是一斤都没有吧。许多人暗暗摇头，角落里面的方氏也不禁为这侄子担心起来。虽然方才因为侄儿争气喜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连弘治皇帝都忍不住瞪了他一眼，这玻璃都产上上千斤了，还是用来盖暖棚用的，就这个小盒子装这么点来啊。方继藩在众人各异的目光中若无其事地将盒子打开，太皇太后面上虽笑，不过这笑终究有点僵硬，倒不是真贪这么一点礼，只是觉得这面子不太好看呢。少年人不懂事啊，送礼都不会。却见方继藩自盒中取出一副奇怪的东西来，是眼镜。准确来说啊，这是一副老花镜，有了玻璃，老花镜治起来就容易了，无非就是打磨的问题罢了。虽然人工打磨费时费力，可只要下功夫就不成问题。事实上，中国第一个眼镜是出自明末，起源于姑苏地区。为了保证镜片打磨的精度，崇祯年间，一个叫孙云球的吴江人，此人和唐寅算半个同乡，便制造出了框架的眼镜。不止如此，他还发明镜片研磨机器千陀车。这种千陀车呢，是用脚踏来转动的，采用矿石沙、白泥、砖灰来作为研磨剂和抛光材料，把镜片磨成凹凸透镜，以适应眼屈光的需要。最后终于掌握了磨片技术，用天然水晶石研磨出镜片，同时他又掌握验光的技术，按照人的年龄和不同视力研制出老花、近视、远视等品种以及各种光度的镜片，并编制了一套随目对镜的原始验光方法，用以验目配镜，这样就可以随目配镜，效果丝毫不差，戴在脸上也比较方便舒适。方继藩制作眼镜的材料则是玻璃，至于打磨的方法则借鉴孙云球的千陀车，制造镜片的效果很是显著。当然呢，这里头最大的问题反而是老花镜的度数问题。方继藩曾大抵咨询过朱厚照，心里对太皇太后大致的度数有了个底，不过在配镜的时候，方继藩显得很是保守，他只需保证太皇太后所看到世界清晰一些，却未必需要这老花镜度数与太皇太后完美的贴合，至于以后如何再量身定制便是了。这眼镜镜框用的是铜制和木质材料，为了保持圆滑还上了一层漆面，上头镶嵌两个镜片，和后世的眼镜没什么不同。只听方继藩说，此乃万寿镜。玻璃弄成这样就成万寿镜了？这令朱厚照想起当初明明暖棚里种出的瓜，这感觉就如方继藩当时非要说是天才地宝滋润出的瓜一样。太皇太后年纪大了，历经四朝，人老了自然也面临一个问题，那便是眼睛花了，近乎看不清。
而更可怕的是，年老的人也不可能四处走动，每日只在店里坐着，说实话眼前几乎都是模糊的一片呢。方继帆说，太皇太后能否容请臣亲自给娘娘配上这万寿镜啊？大胆！弘治皇帝觉得方继帆这次简直疯了，亲自佩戴，这什么意思？一点规矩都不懂吗？太皇太后反而宽容地笑了，这方继帆可是弘法真人的师叔公啊，是个好孩子，虽然小气鸡贼了一些，不过准了。方继帆便可怜巴巴地看向弘治皇帝，意思是，陛下你看太皇太后都准了，是不是？太皇太后一看向方继帆的脸色，瞬间便明白了，方继帆这好孩子被皇帝给吓坏了，于是咳嗽了一声，带着几分严厉的模样看向弘治皇帝，意思是今日乃哀家大寿，你有事没事就摆着皇帝架子做什么呀？弘治皇帝有点懵啊，可怎么说他是不希望皇祖母不高兴的，便勉强挤出笑容，方亲家去吧。方继帆便不客气了，上前去站在太皇太后的一边，轻轻地将这万寿镜戴在太皇太后的鼻梁上。太皇太后觉得古怪，这眼镜起初架在鼻上还勾着耳朵，给人一种不适的感觉，可一刹那之间，太皇太后感觉眼前的世界竟是全然不同了，原先那模糊的世界竟顷刻间变得清晰无比，还贸然的清晰令他有几分眩晕，可等他渐渐适应之后，便看到原来只是模糊的一个人影，这站在身侧的方继帆五官都清晰可见，那剑眉，那如刀裁的鬓角，乃至这鬓角上的发丝，每一根都清晰无比。一个习惯了模糊的人，至少在这个时代已对此习以为常，可突然见识到了清晰的世界，瞬间让太皇太后想起还算年轻时的时候，她身躯一震，这一颤顿时令无数瞩目的目光变得心惊胆战起来。怎么这镜子有问题吗？弘治皇帝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，脸上出现一丝忧色。太皇太后带着万寿镜突的转眸，这一次目光却落在朱厚照的身上，看着朱厚照的眼神尤其的怪异，这是自己曾孙呐，至亲至爱的曾孙，太皇太后已经忘了多久不曾好好清晰地端详这个孩子，现在看到这家伙，或许在别人眼里这个太子有无数的缺憾，可现在在清晰的曾孙，在太皇太后眼里，每一根头发乃至他脸上的青春痘都可爱极了。自那镜片的背后竟有一滴泪滑落下来，太皇太后的身子也开始颤抖，她伸出手想要召唤朱厚照进前来，让自己再好好的端详端详着曾孙，怎么看都觉得喜欢。这种感受寻常人怎么会明白和理解呢？可这泪一落，无数人就打了个冷颤呢，出事了吗？弘治皇帝担忧地呼唤，皇祖母，皇祖母。太皇太后这才从恍惚中回过神来，可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，良久她深吸了一口气才说，方继帆在呢。方继帆笑得很开心，也笑得很鸡贼，老花眼和近视眼其实是一样的，上一世方继帆就是近视眼，在没有佩戴眼镜情况之下，视力正常的人这根本无法体会有多坑啊。太皇太后扶着乙丙勉强支撑使自己站起来，她还戴着老花镜左右四顾，哀家这辈子也不曾收过这般的好礼。
今日大寿，便是金山银山，也及不上这万寿镜万一。你费功夫了，要赏重赏。太皇太后心里高兴啊，金银珠宝算什么，这辈子该享的福他早享了，这些珠宝在他眼里不过是好看的石头而已，唯独这万寿镜却仿佛使他一下子光明起来。每日待在殿中，即便点了蜡烛，却因为老花几乎不能视物，现在突然重见光明，怎能不重赏啊？女人是情绪动物，即便是太皇太后也不例外，本来她就对方继藩极为欣赏，现在加上这么个大礼，太皇太后便不吝任何溢美之词了。她侧目看了弘治皇帝一眼，说：皇帝，你怎么看？虽然还不是很明白怎么回事，可见皇祖母高兴，弘治皇帝心中也乐了。他正想说什么，却听方继藩说：娘娘，臣不要赏赐。太皇太后微微皱眉：不要赏赐？方继藩说：不过臣有一个姑母，嫁给魏国公的次子，自小啊，他便对臣很好，臣现在这般聪明伶俐，想来也是姑母教导有方的缘故。起初方继藩要推辞赏赐，弘治皇帝还以为这家伙正常了，谁料这家伙又开始美滋滋称自己聪明伶俐，果然方继藩还是那个方继藩。哀家明白了，太皇太后自那镜片之后眼睛似乎一亮。你的意思是你希望宫中赏你的姑母？方继藩心中真不稀罕宫中的赏赐，能赏赐什么呢？10万金？金呢、啊、听着喜闻乐见，他大爷的，其实就是铜啊。升官是绝无可能的，大明还没有送个寿礼便立即升官的前科，爵位更无可能，既非皇亲国戚，又没有战功，想要封爵简直痴心妄想。居然爹现在惆怅得不得了，索性就将这好处给姑母吧，这样呢老爹也就开怀了。太皇太后笑了：真是个好孩子呀，哀家果然没有说错，既如此就告其为二品夫人，皇帝如何呀？二品夫人？方继藩吓了一跳，方氏也吓了一跳，包括那牧师更是花容失色。要知道便连牧师也不过是三品书人呢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明朝败家子》，作者上山打老虎，演播紫金。更多有声读物请在微信 LANCE 9113。